太红军，你的公园被两气剑所破，以后恐怕再难输出波幻美将啊！哼，除了波幻美将，太红军也过真侪阿兄弟功夫也未输用。是吗？朱雀魂丹，你若真正担心我，就赶紧将圣刀交乎我。好强！我已答应素还金，要将两个圣刀给伊，不能给你。什么？难道我比不上素还金？你袂记得咱有同盟之情？太红军，你甲素还金在我心目中的意义无同。我先劝你就此退出江湖，好好养伤吧。大南林条，你阁灌过李露抒情，你以为战斗和素还金就能意义有好结果吗？魔药已经将中良宝典公布，你的身份已经和绮罗林知晓。只要伊过敌素还金，你讲素还金也会接受你的感情吗？我该接备你有勇无谋吗？将中良宝典送给魔药的人，就是你一大错误。枉费你是魔良八极之首。即马讲这的拢想慢了，你好好尽你魔良八极的本分吧。我自能解决问题，太红军。你沾染红尘太久，被迷心了。听我神快，替阮太师吧。现今武林，伊不是你领将啊。未能完成魔龙大业，我袂轻易言辞，更加袂弃东极不顾。哼！定有一方魂点点，愿无派别兵凌凌。游山来到三江处。都比青山盖干净。唉，万派不离机缘，万坏不离机中，为何世人要互相离婚战杀的？秋芬，你是安怎？我不是让你回去跟你的姐姐团聚，因何泪涟涟的？我的姐姐是啊，是啊，不可能啊！我开好你的药单，虽然不能药到病毒，但你能上药，至少可为秋病延命许久。我相信姑娘你的意思，所以无法度接受阮姐姐病死的消息。伊袂这么早就死，伊一定是被人害死的。秋芬，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。到我到你姐姐的坟墓，我要开棺验尸。遵